呢？刚刚好像是奥特曼被打飞了。Oh no！ 不行，我们得赶紧找到他。这在哪里呢？难道藏在这里吗？没有。这里呢？也没有。哎呀，在哪儿去找呀？哦，在那边，快走。可是你没看到呀？光哥看，在这里。呀吼！这是奥特曼卡片吧？难道奥特曼被封印了？走，我们带回去看看吧。OK。噔噔，伙伴们，这是我们刚刚找到的奥特曼卡片，荣耀版第二十弹。哇塞，它整个包装都做出了改变呢。哎，快看，这里有一个无限赛罗。哇，这个好帅呀！呀吼！我们打开里面看一下吧。我们先看这三包。OK。快看，他们连卡包也做了改变，看起来比以前的质感要好很多呢。Cool。这里还有五周年的标志，据说这一弹还可以拆到无限赛罗的 SHR 卡呢。哦，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手气怎么样，一起来拆包吧。先来看看这一包，第一张会是什么呢？哎，第一张就是 HR 卡，不过是闪电达兰比尔，是一个怪兽，它的必杀技是电击。哇哦，这个 3D 效果做得好好哟，快看。感觉它的闪电都在这个怪兽的前面呢。哇，改版的卡片呢，给我们的视觉上带来了很大的冲击。呀吼！接下来是一张 LGR 卡，梦比优斯杀手。哇，这张也很帅气呀。继续继续，这张的 HR 卡是奈克赛斯奥特曼成年形态。哇，这个 3D 效果做的简直太帅气了。这是一张横版的巨星卡。天哪， UR 卡德凯奥特曼强劲型。哇，快看他的 pose， 看起来好帅呀。第三包，哎，这张是帕瓦德奥特曼。这个奥特曼的 HR 卡好像特别少呀。最后一张是 LGR 卡，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型。怎么感觉这张奥特曼看起来有点胖呀？这些是我今天拆到的卡片，虽然没有得到无限赛罗，但是这里的每张卡片我都很喜欢呢。那今天就玩到这里，下期接着拆哟，拜拜。